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是代表劳民市长呢，来参加我们这个视频珍珠啊，这个人才感恩发表会。那么怎么会有这个食材登录平台这样一件事情呢？基本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形态改变了，我们现在外食人口增加，那么父母亲在外面工作的也比例非常高哈，所以不像我们小时候啊，每天都带饭上学啊，那所以母亲呢都扮演所谓这个采购的这个食材啊，这个技师的角色。这个厨师的角色，当然还要搭配营养师的角色，所以都是母亲在扮演。但是现在呢，母亲也要工作了，所以孩子呢只好到学校来，由政府呢来统一照顾啊。所以这个我们每个学校呢，国中小学呢都供应这个营养午餐。那营养午餐呢，家长还是希望能够对孩子提供这个够水准的这些食物，所以。先感谢呢，每个学校里面都有设置这个营养师、食材技师啊，还有这个厨师啊，过来料理这些营养午餐啊，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啊。那这个是目前呢，大概台北市的非常普及，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服务我们的学生啊。当然，最近这几年呢，这个食材，尤其食品卫生安全的事情呢，层出不穷啊，所以很多家长也很担心，到底我们。学童在学校吃的这些营养午餐合不合格啊？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常常家长都会组成一些委员会啊去抽查。但我们觉得呢，这个要是用一个统一的整合的力量，会帮助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卫生局、教育局、三八局大家合作之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的配合以及我们工餐业者的这个协助啊。建立的这个食品登录的这个平台，那么从去年的9月9号开始啊，一个学校呢每天的这个营养午餐，它的使用的食材啊，它的这些产地，它食材的品项，它的这些成分呢、啊，都必须要依照我们的规定来登录啊。那这个让家长可以放心啊，他可以知道孩子在学校吃的是什么东西啊。那这个是目前呢推动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感谢呢学校啊。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校长啊、主任的合作跟支持啊，目前台北市推动的非常的这个顺利啊，而且我们不只是在学校，我们现在把它扩大，因为台北市民呢，很多都喜欢去夜市啊，这个品尝美食，所以夜市呢，我们也在这个产发局的辅导之下，夜市的这个也要他们做这个食材的登录，那目前逐步的好几个夜市都开始有做这样的食材登录的这样子的一个配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卖场啊，这个连锁商店也要求他们来登录他的卖出去的这些食材，它的来源啊，它的这些品价，它的这个成分啊，这些都要求登录啊。所以现在呢，可以说对于市民的这个吃食的保障是比较能够有所加强。当然我们还希望更进一步。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我们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合作跟配合，希望呢未来呢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啊。那今天也特别提到啊，就是我们已经整合了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食材登录平台的这个网络的手机版本的这个资讯啊，只要上手机的话呢，就可以随时了解啊我们啊，比如说你要看哪个区的哪个学校的这个今天的午餐的这个菜单呢，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得到。或者你去哪一个夜市，你要看哪个这个摊位用的这个食材是怎么来的，都可以从里面看到。那这个是我们升级版的一些服务啊，我们都希望能让市民呢吃得更健康、更安心啊。那也感谢各位的参加，当然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感谢这么多学校的这些市长，大家共同的付出，让我们的工作呢能够顺利成功啊。谢谢大家的出席，谢谢。